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盲女啊。好，这次来玩盲女皮肤是点亮星星的女孩，是一个公益的皮肤。介绍一下，我帮这种既是小女孩两个，既是两个，小女孩两个，盲女、击球手、球腿跟啦啦队员。我们现在呢来破译吧，因为最主要是破译盲女嘛。然后这个皮肤呢，不得不说真的是蛮好看的，就算是在这个盲人视角上面，也是有它的质感在的哦。那如果你是真的想要欣赏的话，就可以买，是不是就可以去那个捉迷藏的，或者是狂想之喜都可以啦。对，反正就是在正常的这种游戏之外的模式都看得到。好，我们现在呢三个女孩一起破译，速度很快，是不是来了？哎呦，是真的来了，心跳声。好，也是红蝶。好，红蝶不要追我就好了，我是盲女，应该保我吧，是不是应该要保我一下的了。来了拦截，拦截的也太好，拦截的也太妙。好，又来了，再压一下。我连续压两次板嘞，红蝶应该气死我了。糟糕，完蛋了，仇恨值拉满了。他在过来吗？他在过来吗？没有。好，先拆板，拆板，跟他绕圈圈，跟他绕圈圈，跟他绕。好，用了这个飞轮，继续看他，怕他直接过来。好，继续拆板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不能过去，我翻板超级慢的吧？只能又挨一下了，没办法，再翻过去直接正着，绝对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毕竟我是盲女。好啦，他要来啦，蝴蝶翩翩飞过来。哎，只好被动的闪避了。好。我等先进去看一下状况如何，进去看一下状况，是不是要上来啦？只能再按一下吗？我也许只能再按一下了。好，两下了，糟糕，真的不大妙。好，过去，他要跟下来吗？他一定会跟下来，他百分之百会跟下来。有没有谁可以给我 cover 一下？比方说拉拉队，你可以给我加个数嘞，可以吗？方便一下吗？方便加个数吗？打到啦啦队员，啦啦队员是在门口塞住吗？在挡门呢。感动。好，我先走，从这边绕，应该是不会被发现吧。距离似乎拉开来了。拉开来了。我再走远一点好了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危险。现在是残血状态啊。好，这边可以买了。好，先来买个速度快到就是买多福林吧，是不是？对，盲女未成年，我又忘记了，天哪，只能买针筒加上止血剂，好吧。然后走到比较偏的地方，好，走到比较偏的地方，这边继续来补血，敲一下盲杖，看一看周围有没有谁，没有。好，红底好像真的放弃我了，但是我要再过来一点，因为我觉得好像他们追到这里来了。好，这边可以吧？这边比较安全一点。OK， 是不是又过来了？好像过来了。总之不能让他眼角余光看到我，眼角的余光都不行。对，好 ，OK， 现在倒是蛮像是晚上的。对，这个点亮星星的女孩呢，质感是有的，对，质感是有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继续来补个道具了。我是想买加速剂，但是钱不够，算了。而且没道具可以跑，其实也挺空虚的。球箱好了。好，目前还有四个破译机没破译。我是该贡献一下我的盲女之力了，因为毕竟刚刚一直被追。好，被追加回血。OK， 三个一起破译，速度非常的快。对，是非常的快哦。好 ，OK， 这个可以破译掉吧？一次破译两台，速度其实很快，是不是？虽然损耗是中，但是确实挺快的，是不是要来了？心跳声来了，糟糕，谁？红蝶追过来了，我义无反顾的跑，绝对要先跑。对，看到我就觉得想追我。这只是鱼女是不是？好，鱼女在那边，我们还是先躲一下好了。不躲不行。祭司也躲在这里。好，两个一起躲在这里，然后再回去破译吗？有走远吗？水渊还是在这里。
我绕这边好了。我不能被抓到，我绝对不能被抓到，我是胜败关键。我一旦被抓到之后呢，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是没办法了。对，好，来，不会这台好了。好，目前呢都没有任何人飞啦啦队，现在才第一次上椅子而已。然后其他红字的一个都没有，也就是啊，像你还有红字，就两个红字而已。所以我觉得这局要赢的可能性算是蛮大的啦。对，加上我本人盲女并没有被抓，所以呢还可以再破亿多一点。对，应该是啦。好，啦啦队员在那边。好像有人去救，囚徒会去救吧？哎，囚徒走掉了、欸。好，抽个盲杖。鱼女在防守，红蝶在打其他人。啦啦队员倒数结束，有人要去救吗？祭司跟我一起继续破译，破译机还有三台。好，我这边进度62%。啦啦队。啦啦队，小女孩要倒地，好，被踩掉了。OK， 我们现在继续，最后一台了吗？最后一台了，最后一台了。OK， 等等，有谁倒？啦啦队倒了，好。OK， 这个压的不错。好，这边有个撬棍可以买。我现在要买什么东西？好，我应该先买个加速剂吧。然后刚开大门的话呢，还是有点危险的，所以我们要稍微，加速剂，撬棍埋下好了。对，那个障眼法，是不是？然后，针筒这边好碍事哦。好，球在这里，球换成球，然后撬棍在这里。那撬棍我要拉到这边看一下有没有地窖在这里。好，地窖不在这里。我拿到针筒。哦，这针筒是很讨厌呢。我的球咧？我的球在哪里？哦，在那里。好，感觉好像拉队没有要救哎。好，现在先过去这里，他们两个再互相摸回来。然后那边大门不知道开了没？地窖在这里耶。那我的撬棍呢？我的撬棍。我撬棍呢？我撬棍刚放哪里？从后面绕看看，撬棍在哪里？撬棍，撬棍在，我记得是放在这附近啊，尴尬咯。撬棍怎么会不见？这里，哦，找到了。不过有心跳声，是不是要防守啊？是不是有监管在守啊？守地窖啊？好，又没有心跳声了，看一下能不能挖一下。在那里。哦，天哪！鱼女也在防这个，鱼女也在防地窖，跟红蝶一起。为什么？来，赶快走，赶快走了，不走不行。不过他追的是其他人。这样我有机会开了吧？红蝶也来了。为什么他们都要防守这个地窖？大门都不管了，是不是？夸张哎！好，红蝶是看到我了，糟糕，完蛋了，完蛋啦！就走大门就好了，因为毕竟大门应该开了吧？是不是？好，大门快开，还是已经开了？应该开了啦。好，小女孩说已经压好密码机，就是代表已经开了。所以我现在就算是被针对，应该也是 OK 啦。应该是可以逃脱得了，因为现在一刀斩也没了吧？好，红蝶要来追我了。好来哟！用个飞轮，这个距离就算挨了三下，也不至于会跑不出去，是不是？可以了。何况一下都没挨到推得好，直接附我身。好，打了一下，这局很幸运哦。好看其他人。好，祭司现在挨到了一下，坐车到了另一个大门，这个大门没开，这个大门没开。祭司，另一个祭司在倒数当中。不顺便救吗？好，不顺便救，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危险啦，挨了两下之后，其实要救的话，其实也很危险。不过目前是没有人在守那个祭司啊。好，现在飞到三个了。
好，这个呢，这位在躲起来的击球手现在在跟鱼女对打，哎，又被撞到了一下，我觉得不太妙，我觉得也不太妙，完了，完了，剩最后的祭司跟囚徒，祭司继续坐他的车，哇，这个角度好帅啊。OK， 现在可以一路到终点，但是还是有个问题在，就是会不会有监管传送到这个终点去等他埋伏他呢？看来是有。好，哎、欸，没埋伏，不，哎、欸，没埋伏到，为什么他不下车？他刚那一下是空挥、欸，他刚那一下没挥到，还能被打到、欸，哎，好夸张，真的很夸张，哎，那囚徒也只能走掉了，没办法了。哇，这局居然是输，哎、欸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到终点就是要下车，不要发呆，好吗？